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们感谢神，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非常开心以及喜乐。看到现在6:18，已经有大概20几位的弟兄姐妹上线，你们是最蒙福的一群人，因为呢，你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当年的这个玛利亚一样。上好的福分都给你们拿了，所以你们是一群有福的弟兄姐妹，好不好？这时候你就预备你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开始向他来祷告，然后你翻开以赛亚书2章来默想，来诵读。愿上帝祝福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如果你正在来看以赛亚书2章的话，我要你特别的来注意。倘若你一边在读一边在看的话，你就特别把一些主要的字把它圈起来，比如说必须的必啊，这个是特别多出现在2章。那你把它画起来的时候，你会更多的来默想到底这个必它到底要讲些什么，然后还有他们是指谁，然后耶和华，这些都是主要的关键词，能够帮助你明白以赛亚书2章里面的主要的主题。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关键字把它画了起来，那你就能够更加的明白这整章里面，这些就是一些读经的门窍，我们可以更多的学习。愿上帝祝福大家。当你正在读这段经文，把它读完之后呢，我邀请你就一直的来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同时也欢迎弟兄姐妹把我们今天早上这个灵修的连结能够把它分享出去，让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进到我们当中，一起来
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要养成一个守成根的一个习惯。我们发现有守成根的弟兄姐妹呢，在属灵方面呢成长是特别的快的，因为你常常跟上帝建立关系。那我们很多的牧者常常发现一个有守成根的教会都会在灵里面是非常敏锐的，所以我们要特别邀请弟兄姐妹把这个连结赶紧的分享下去给你的主言，然后开始的来祷告，好不好？这时候我们还剩下五分钟的时间，我们要开始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早晨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守成根是一个学习有纪律的生活。主啊，当我们有纪律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你的门徒。主啊，门徒在英文就是 disciple， 就是 discipline， 就是一个有这个自律的 一群人。主啊，帮助我们成为有一群有自律的人，让我们愿意的主啊更早的每天晚上更早的休息，然后更早的起来，把我们一整天最好的时间都献给你。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可能主啊可能我们看起来好像少了一些时间，但是主，当我们知道当我们守了成根的时候，主啊，我们那一整天所要做的工作你都会带领我们，你会给我们做准确的决定，你会给我们的思想敏锐。主啊，你会给我们看到东西的时候都是非常准确的。主啊，我祷告你赐下像鹰的眼睛一样，像驯羊像鸽子一样。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世代的当中，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代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常常在诱惑我们，在引诱我们，但是主，当我们在灵里面敏锐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能够主啊来胜过一切的试探，胜过一切的艰难。主啊，我们祷告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哦，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继续来祷告，你继续的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继续的用悟性来祷告。哦，主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每一位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继续来默想等候我们的上帝，我们继续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祷告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整个灵修，整个来敬拜赞美整个成根的时间。主啊，求你来掌管，主啊，求你来掌管我们的心。主啊，我们也祷告，我们
把整个网络上的通畅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我们不会把这些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主啊，我们在服侍一群弟兄姐妹，主啊，我们都是在属灵里面来服侍。主啊，求你特别的保守，让我们在网络上能够顺畅。主啊，我们祷告你宝血来遮盖，无论是分享的或者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来保守他们，你的宝血遮盖他们。哦，主啊，当我们在灵修开始聆听开始敬拜赞美的时候，让我们的灵里面被主你来摸着，被主你来得着，让我们听传道人牧者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就有领受主你的亮光。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祝福在线上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现在他们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角落，哪一个国家，主啊，你都与他们同在。主啊，我们谢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啊，我们要一起的来敬拜你。主啊，你非常喜悦看到你的儿女们一起的积极流归你的山。主啊，今天早晨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欢呼，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有荣耀的日子。主啊，你要把新天新地赐给我们，主啊，得胜的，主啊，你要带领这些得胜的弟兄姐妹与你在一起。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早晨我们把早晨的敬拜赞美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说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么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来欢呼Sub to the Lord, Sub to the Lord, Hallelujah. Now we 一起来唱。我属于你。那我们今天我们早晨的气息都献给耶稣。跟随你，顺服你，你已呼召我同行快乐。是的，神在呼召你与他同行。耶和华要为我们成就大事，哈利路亚！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的 ，Come on, let us worship。我要来欢呼你作为，要来传扬你大爱，因你公义已彰显。我要来称颂你生命，要来荣耀。赞美，是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把最好的都赐给了你的儿女，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敬拜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赞美你，歌颂你名到永远，高举你，尊崇你，荣耀权柄归于你，欢呼。耶和华我神已掌权，直到永远，永不改变。是的，让我们一起来唱，弟兄姐妹。我要来欢呼你作为，要来传扬你大爱，因你公义已彰显。我要来称颂你生命，要来称颂神的名字，生命因你配受大赞美，哈利路亚。我要来欢呼你作为，当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传扬神的大爱，求主彰显他的公义在我们的当中。我要来称颂你生命，要来荣耀生命，因你配受大赞美，大赞美，哈利路亚。是的，我们呼喊主啊，我要呼喊，我要颂赞你的名字，要大
大的赞美你，你就大大的充满我们。一起来宣告，弟兄姐妹，让宣告新的事，新的恩典要降临，要成就。哈利路亚 ！Let's declare all new things will come。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已经降临，新的季节已经要来到。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已经降临，新的季节已经要来到。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已经降临，新的季节已经要来到。我要来欢呼你作为，要来传扬你大爱，因你公义已彰显。我要来称让我们要来承受主你的生命，因你配受大赞美，你配受大赞美的主，大赞美，是的，大赞美，哈利路亚。我可以感受到弟兄姐妹今天早晨你的欢喜快乐，跟我们一起来敬拜，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阿们。我们拍掌，都要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是的，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Let us rejoice. 哈利路亚。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让我们来欢呼喜乐。把你的忧愁全部交给神，我们喜乐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让神的喜乐大大的充满你。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神为你战胜一切的仇敌，哈利路亚。Come on， 一起来，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你心中一切的盼望。是你跟我的拯救，子民行走这地，盼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大山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祷告，让你的欢喜快乐今天早晨大大的充满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哦，主啊，让我们在身为你子民欢喜快乐。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把你一切的忧愁都抛开，来到神的面前，靠着神战胜一切的仇敌。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 yes， 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谢谢你，姐妹，看呐、啊，神是你跟我的拯救，我们要依靠他，并不要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阿门。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今天早晨，不让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进入你的同在的里面。主啊，因为唯有你，所
的羔羊，配得我们敬拜。是的，主啊。配得我们尊崇。阿们。配得我们向你来俯伏。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一起来领受今天早晨的诗歌。主啊，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向你来敬拜，那么进入神的圣所的里面，然后慢慢的再次进入他的至圣所的里面，一起来唱。主啊，我们大家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的全人向你来跪拜。主啊，愿尊贵荣耀和感谢都归于宝座被杀的羔羊，一起来唱。走进神的至圣所的里面，让你高举你的双手，说：主啊，我渴慕，我渴慕。I want to come into your holy holiness。我要进入你的圣所。我们一起来呼喊。是的，哦，耶稣啊，我要来到你的宝座前。I want to come in front of your throne to worship you, to praise you, to honor you.双手，让神的灵今天早晨大大的充满你，触摸你的心，触摸你的灵。哈利路亚，神的子民，让我一起扬声。羔羊，一起举起手。哦，我的医治者，神啊，把你的医治降临。神，我的罪给我自由。神啊，举起双手领受神的恩典。在你的儿女，哈利路亚，我阿爸是你。是的，领受，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身体上有软弱的，这时候领受神的医治，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医治，借着耶稣的鞭伤，我们的疾病要得到医治。哦，哈利路亚 ，receive the healing right now。主啊，你的恩膏这时候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哦，哈利路亚，带领我们进入的至圣所。
宣告神的医治，神的灵降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也开始宣告神的恩膏，神的自由临到我们的国家，无论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澳洲、纽西兰，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上帝的恩膏，神的子民举起双手，主啊，呼求他，主啊，让你的恩典、你的自由释放你的子民，赐下自由 ，Give us freedom。主啊，我们围着美国来祷告，让美国得到释放。哦，主啊，你来掌管。哦，再一次的复兴临到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主啊，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同在里面，是卡拉巴巴巴，带着温柔的歌声来唱，告诉神，哈利路亚，神羔羊啊。弟兄姐妹开始领受神的恩典，说主啊，医治者，医治者，医治者，哈利路亚，领受神的恩典。亲爱的主，今天早晨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主啊，如果我们离了你，我们不能够做什么。主啊，我们知道有时候你会责备我们，但是主，其实你就是爱我们的，你就是要我们走在你的自由的里面，因为你爱你的儿女，因为你喜悦你的儿女。哈利路亚。主啊，给我们自由，主啊，我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弟兄姐妹，今天我要带领你进入神的至圣所的里面。主啊，我祷告你的灵这时候充满我们。弟兄姐妹，现在主耶稣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的从圣所走进他的圣所的里面，只有你跟他在一起，他要向你来说话，他要服侍你的心，他要服侍你的灵。哦，也荣耀和感谢充满你。是的，神羔羊，医治者，弟兄姐妹，今天早晨你要完全经历不同。我来到你宝座前，全然向你跪拜，愿尊贵荣耀和感谢都归报。
双手，弟兄姐妹，我祷告，主耶稣要牵着你，他要带领你进入他的至圣所的里面。哦，神的子民，让我们更多的渴慕神，告诉神，这个时候你已经在他的至圣所的里面，说主啊，触摸我，医治我，帮助我，赐给我一个渴慕的心，让我们从今以后不再离开你。主啊，如果我的心情软弱的，加强我的信心，给我能够相信你，给我能够依靠你。主啊，帮助我， Give me the faith to trust in you, oh Lord. Let me put my dependency on you right now in Jesus' name. Oh, 主啊，帮助我。Oh, hallelujah. 主啊，帮助我，带领我，引领我，让我进入你同在的里面。哦，主啊，我祷告，让今天早晨有一个耳朵未曾听见，眼睛未曾看见，我们未曾经历的一个巨大荣耀的一个画面。主啊，带领你的子民进入你的荣耀的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到经历你。主啊，将来我们要在你宝座前，就是这样的敬拜，就是这样的敬拜在你的面前。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是的。库拉巴西基里里里里里亚达拉巴山的，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学习，我让这个时候只有你跟神的时间。今天我播放这首诗歌，就是要你来到神的宝座前。Oh Lord, I come to your throne of grace. My heart is filled with praise at your presence, 在你的同在里。Among the saints, Lord, I bow down my knee.In your presence of my King, 尊贵荣耀的君王。弟兄姐妹开始用方言来祷告，开始用新歌。库拉巴西基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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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被神的灵触摸，你还没有用方言祷告过，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我邀请你这时候你跪下来，一个手，左手按在你的心胸，右手举起来，我要祷告，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然后我祷告神的灵充满你，好不好？这时候跟我一起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渴慕你。主啊，我承认我的罪，在你的面前。主啊，我知道你爱我，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流宝血，你要把属天的恩典赐给我。主啊，今天早晨我带着极大的渴慕，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主啊，再次的充满我。主啊，这时候我打开我的口，圣灵啊， Dear Holy Spirit, fill me right now, 充满我，大大的充满我。弟兄姐妹开始开口，开始开口来祷告。可能你现在的方言只是一两句，没关系，就开始祷告。或者你用哈利路亚开始祷告，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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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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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库里亚达拉巴，哈达拉巴，基尼尼尼尼亚达拉巴，西基尼尼尼亚，开始祷告，开始祷告，库拉巴巴巴巴。
主啊，祷告充满我们，给我们另一个突破，给我们另一个成长。主啊，在这末的时候，我们非常需要你的灵力的充满。哭呀啦啦啦啦啦，再次被圣灵充满。如果你曾经被圣灵充满了，今天是一个更新的时刻，今天是一个 It's a time of refresh, It's a time of restore right now in the name of Jesus. 哈利路亚，圣灵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医治我们。身体上有疾病的，开始祷告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宣告，我宣告，如果你的身体上是有肿瘤的，今天早晨在我灵里面，我看见有一位姐妹，你56岁，你的身体上有一个肿瘤。你身体上还有一位姐妹，你有乳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是左手边，你正在犹豫，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早晨神要来医治你。我宣告神的医治的大能降临在你的身上，借着耶稣的宝血降临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降临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任何身体上的疾病现在释放。弟兄姐妹，今天早晨有好多的弟兄姐妹，你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的经历了，你好久没有这样的在神的面前这么的喜乐，被神的灵充满。自从今天早上的第一首诗歌，神的灵就开始充满你。哦，是的，当我们在唱到这是神所定的日子的时候，神的灵已经充满你。今天是神向你说话，他说：孩子啊，不要惧怕，我要把喜乐赐给你。无论你的环境如何，我就是爱你的神，我要把最好的赐给你。所以你要来靠近我，你要来就近我。我是耶和华喜乐，我要把极大的喜乐赐给你。喜乐就是你的力量，喜乐就是你的诗歌。哈利路亚，神的儿女，哦，我要带领你进入我的同在的里面。将来你会看到我的荣耀，我的尊贵。可能现在你所面对的困难，这是我要带领你，因为我要使你刚强。 I want to make you tough, because oh, in future as the time comes, you will overcome. 将来无论你面对什么事情，因为你已经经过了，你可以胜过。哈利路亚，现在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呼求他。神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你开始呼求他好不好？这是呼求他，大喊的呼喊说：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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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帮助我。哈利路亚，是的，就是这样，呼喊他的圣名。哦，帮助我，让我的丈夫回转，让我的妻子回转，让我的孩子回转。主啊，将来荣耀的日子他们要得救。我宣告救恩临到他们的当中，尊贵荣耀，感谢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开始为着你的家人的救恩祷告。今天是一个晨祷会，我们开始为着家人的救恩祷告。主，我宣告我的父亲要信耶稣，我宣告我的母亲要信耶稣，我宣告神的救恩要临到我们的当中，他们要得到自由。Bless our heart right now, Lord.
赐福我的心，赐福我的灵。这时候安静三十秒，在神的面前，我祷告，让神向你说话，告诉他说 ：“Lord, I want to listen to your voice。”主啊，我要听你的声音。主啊，我要听你的声音。主耶稣，今朝早我来到你的面前，帮助我。同我讲话，安慰我的心。主啊，你来安慰我的心，安慰我的心。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耶稣。今天早晨，我祷告你祝福每一位线上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今天早晨。有到线上的每位弟兄姐妹，他们都丰丰富富的领受到你的同在。主啊，我谢谢你，主啊，我谢谢你，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今天早晨我在带领这个晨祷的时候，我深深的感觉到，当我在预备早上那两首诗歌，这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欢喜快乐在神的面前，我就知道神要带领我们走进他的同在里面。所以今天早晨，如果你有大大在神的面前领受的，好不好？你在脸书上按一个赞，还是按一个爱心，让我看到今天你们的热情，让我看到今天这个热情是神正在带领你，而不是因为我在线上我有多么热情的带领，乃是神的灵亲自的触摸你。如果你深深今天早晨你领受到神的意志，你感觉上呢，当你举起双手的时候，有一个意志的软流淋到你身上的话，你也可以在脸书上呢、打几个字，说我领受到意志，我经历到神，我听到神跟我说，好不好？让我们知道你跟我们一起互动，那鼓励我们，因为我们正在带领这晨祷的时候，我们很需要你的鼓励。我们要看到每一天百多位的弟兄姐妹进来，都有大大的领受到神的恩典。阿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要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二章。那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徐业荣牧师跟我们分享，好不好？这时候为他来祷告。亲爱的主，你祝福徐业荣牧师他的分享，让他的分享能够鼓励以及造就到我们。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徐业荣牧师。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我们来学习上帝的话语。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在以赛亚书第二章一到二十二节。我把重点放在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先看这两处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二章一到二节，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了默示，论到了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势立，超乎了主山，高举过千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个山。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以赛亚他得了神的启示，也得了神的默示，他看见了。第一，他看到幕后的这个默示的盼望。以赛亚看到幕后的这个的盼望。那主的日子，刚刚第二节已经讲到，主的日子通常我们都会指未发生的事，跟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是非常的有关系的，也会透过了一段的时间，在期间有神的参与，间接或者是这个的直接地的在神的计划当中的某一个的方面。所以以赛亚呢，他看见到的是一个的 一幅画，就是末后的日子里的耶路撒冷的这个图像。那耶稣他也看说了，耶稣也说末后的日子，那日就是那个
充满着审判的这个的色彩的日子，就好像挪亚的方舟的日子一样。那保罗也有这么话，保罗也有话说了，他说当了那日的日子的时候，那黑夜已来临中的这个白昼做一个对比，他说夜静了，这个天明，正是他对幕后的一种的想象啊，这是保罗的看见。那我们再看，那因此呢，主的日子呢，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勇士来临以前，今世最幕后的一段的日子，同时也包括了主再来的日子。那神让以赛亚书拥有了这个能看见未来的这个的情景的恩赐。以赛亚所看见的这个的情景，它不是一个绝望的情景，反而是一个在绝望看见了盼望。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光景啊，是处于在将要被掳掠的光景。那神就向了以赛亚呢显现说，耶路撒冷最终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不是一个绝望的情景，也不是一个整组的人被掳掠或者是灭亡，而是他看见了新的耶路撒冷的日子里，神会使到万民都要流归这个山，这是非常棒的一点。所以以赛亚他看见了万民会归回在耶和华的山，这是何等的盼望，何等拥有的盼望这个情景。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不知道你们在听这个信息的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情景，但我要告诉你，神在告诉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目放在问题上，不要把我们的眼目放在问题上。如果我们把眼目放在问题上，我们只会感到问题越来越大。也不要把我们的问题放大，这样一点好处都没有，无法帮助我们，只会让我们更容易陷在这一个的绝望当中。弟兄姐妹，让我跟大家说一个故事。这里讲到有一个小孩，他就爬在他的窗外看，他就看见一群的人把他心爱的小狗他所心爱的小狗埋葬，因为那小狗已经死了。那他就看见的时候，他就一边哭一边的伤心。这时候呢，他的外祖母看见了，就赶快跑过来把这个小女孩抱过去另外一个窗，把他打开另外一扇的窗，让他看见，让他跟他说，你看看外头的这个的玫瑰花有多漂亮啊。你看长满了这一个的漂亮的花朵。那这时呢，这个小女孩的心情呢特别明朗了。那这个的老祖母呢就抱着这个的孩子的时候，就挺起那个孩子的下巴，微微笑对他说，孩子啊，你开错了窗了。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故事要提醒我们什么呢？每一件事情都有两面的，当换一个的角度来看，将会发现到问题不如你所想象。当我们换一个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的人生将会不一样。阿们吗？让我们看看以赛亚得到了神的默示之后，他看见了不再是以将要被毁的耶路撒冷，而是看见一个新的耶路撒冷的光景会实现的，万民会归回在耶和华的山上的。虽然今天神的百姓是处于快要灭亡的一个被掳的状况里面，但是神是为他们在旷野开道路的神，神也会在沙漠里面为他们开江河的神。弥赛亚的国度会降临，成就救赎的工作的。阿们吗？我们就要在等候那一个的日子。但是现在呢以赛亚有一个条件呼吁着这一群的百姓，他说什么？来，我们来，我们来吧，登上耶和华的山。第二点，我们要看登上耶和华的山。我们看一处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三节，必有许多的国民前来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的神的山，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顺回必出之以信安，耶和华的话语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弟兄姐妹，以赛亚为了不让神的百姓就是我们神的儿女得了上帝的应许了落了空，
以致他就呼吁我们，呼吁我们仍然要登上这个耶和华的山。虽然现在的光景是处在一个绝望的当中，随时都被掳，前方又没有方向，那这时候的以赛亚一句话说道，来吧，我们登上耶和华的山。就是因为这句话，然后以赛亚不断地呼吁百姓说，你们要登上这个山。我这里要说什么呢？我这里要说，当这一个的以赛亚在呼吁着百姓的时候，肯定在这个的山上呢，一定是能够帮助我们，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的山上有事情会发生的。就叫我们什么意思呢？叫我们不要离开，不要离开这个山。以赛亚在呼吁我们保持这一颗的心，不要离开这个山，要常常登上耶和华的山。因为在耶和华的山里面，山上呢有耶和华的什么呢？神的话语指示你，有在耶和华的山上，神要用他的话语来指引你的生命。弟兄姐妹，不但是如此，这里神还呼吁我们，我们要仰望耶路撒冷和锡安山，他必帮助你。我们看两处的经文，在诗篇的125篇第一到第二节，这里说到，其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么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的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信靠耶和华的人，不但是心要向着耶和华的殿的山，我们的眼目也要仰望十字架的耶稣。天地万物都要改变，唯有神的话语永不落空，永不改变。阿们吗？所以一个懂得信靠耶和华的人，他的心是在耶和华的山上的，随时可以登上耶和华的山，随时可以在耶和华的山上倾心吐意，随时可以在耶和华的山上向他祷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在耶和华上有耶和华的同在，有神的同在，那么我们向他倾心吐意，向他祷告，就不会突然了。另一个方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那不但是我们要信靠我们的耶和华，我们要把凡事都交托上帝。凡事都懂得交托的人呢，的光景就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依靠和交托，这是上帝给我们最美好的两个属灵的应许。一个基督徒如果只是有信靠却不愿意的交托，这样说明了我们的信靠还没有真正的完全的信，可能我们还害怕，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呢？不能交托呢？可能我们害怕，我们害怕交托给神的时候，上帝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信靠就被打折扣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学习的信靠，我们也要学习的交托，交托以给我们的神。那这样信就不像那一种锡安山一样的永不动摇的信呢，就会让我们就是活在一个摇摇晃晃在半空当中，有疑惑的信心，就像大海当中波浪不断的翻腾，无法得胜的。所以弟兄姐妹，这里以赛亚呼吁我们要登上耶和华的圣山，不是没有理由的，不是没有信息的，而是有一个信息在告诉我们，来，我们来登上耶和华的山，在他的山上会有神迹奇事发生的，在他的山上必有神的话，必有神的神迹，必有神的工作在那里，所以神要我们登上他的山。第三点，让我们看见以赛亚再一次的呼吁这一些的百姓说，来，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光中行走，光明当中行走。这是以赛亚第三个要教导我们的功课。我们看两处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到第五节，他这里说到，他必在列国当中实行审判，围着许多的国民判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了镰头，把枪打成了镰刀，这个国不举刀来攻击那个国，他们也不再是学习了战士，
第五节，雅各的家呀，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当中行走，我们要在神的光明中行走。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的以赛亚再一次的呼吁百姓们，来吧，我们预备好，我们要登上耶和华的这个的光明当中的这些当中行走，我们要走在耶和华的光明当中。所以当这个的神宣告了神的国度，这个荣耀的国度的前景之后，就呼吁了以色列人或者是我们回转归向我们的神，走在耶和华的光中。所以这里看到先知所得到的默示，在主耶和华的这个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又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恩典的默示，已经成就了，已经是实事的，实在的在这个的世上了。所以啊，耶稣就呼吁了，向世人呼吁，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有得着生命的光了，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说的。所以弟兄姐妹，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不走在这个的黑暗里，那是走在光明当中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相反的，世人是 恨光的，恨爱这个的光的，就是喜欢在黑暗里面的。我们看两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到二十节，光来到世上呢，世间呢，世人因着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的，倒爱这个黑暗，定他们是罪就在此了。凡作恶的便是恨光的，并不来救光，恐怕他们行为被责备了。这怎么说呢？那没有人喜欢的，世人都不喜欢，那包括以前我们还没有信耶稣，我们也不喜欢，因为我们害怕给人知道我们心中的那个的什么呢？黑暗哈，罪孽啊，还是不美的一面，我们都隐藏起来。求神帮助我们啊，这黑暗不但是在我们的外面，也藏在我们的心里。凡作恶的就恨光，不来救光的，恐怕他的行为被责备。这就是看到软弱的人，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这个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也这么说。此等不信之人啊，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耶稣的福音光照着他们。那我们不愿意的被这个福音光照我们，这是以前过去不认识主，但是一旦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愿意主的光来光照我们。弟兄姐妹，神不但是一个光，他也是一个爱他不但是一个光，他是一个爱。耶稣基督的光是充满的爱的，他的光不是来定我们的罪，他的光是要带给我们什么呢？光照。他的光是要带给我们什么？他的爱，他的慈爱。他的光是要来到赦免我们，他的光是要来医治我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才看到耶稣基督是创造我们生命的主，他的生命为人类带来了光芒。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是光明的之子了。那在神的光里面，我们看见了自己的真相，我们都需要被拯救的罪人。阿们。我们要让基督的真光照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让基督引导我们，叫我们不至于在黑暗当中跌倒，好让我们不在黑暗当中打转。基督是真光，只是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帮助我们能够达到上帝的面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这个的职分，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为光做见证。我们把基督的光来反映出来，让世人都知道，让世人都能够走向这个光的这个的方向去。这是我们的这一个以赛亚这个不断的呼吁我们，来吧，我们走在耶和华，我们行走在这个耶和华的光中，因为耶和华要带领我们走在他的光里面，成为主的见证。最后我要以一句话来鼓励大家，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六节这么说，将生命的道
好，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们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句的话也告诉我们什么呢？来告诉我们，当耶稣来的时候，那个日子来的时候，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既是没有白跑，反而被耶稣邀请我们一同的进入到他的宴席里面的人。我们感谢主啊，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这是神所定的日子，以赛亚看到的这一个的神给予他幕后的这一个的默示，不是一个绝望，而是一个的盼望。以赛亚也呼吁了我们，我们要登上耶和华殿的山，我们不要离开耶和华的殿的山，因为在他的山里必有神迹奇事会发生。不要离开耶和华的山。第三，我们要什么呢？要来，我们要来到什么呢？走在耶和华的光中，我们走在耶和华的光明里面，以致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光带给在这一个的世界的人。那最后呢，我们却能够被神召我们回到这一个的圣山。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今天早上我再一次的感谢你，围着我们的弟兄姐妹，我献上极大的感恩。神啊，你是那唯独配得赞美的神，你也唯独配得尊重的神。求你常常向我们启示，向我的弟兄姐妹启示，启示你自己的生命，好让我的弟兄姐妹在遇到患难的日子的时候，让我的弟兄姐妹懂得先来求上帝的名，先求上帝，先来向上帝祈求，因为你为他们开了一扇的窗，给他们看见他们拥有的是盼望。主啊，我祷告求你，愿你也开启我弟兄姐妹的眼目，好让我弟兄姐妹看见如何的配合你的救赎的万民的恩典的计划。我们是一群被呼召回来，与神配合，在神的救赎的恩典的计划当中。求神来帮助我的弟兄姐妹，好让我的弟兄姐妹是一群预备好，是走在神光中行走的人。主啊，我祷告，我感谢你，求你不要使到我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流浪圣山，而是要让我的弟兄姐妹流露在这个圣山里面，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求你祝福我所有的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同声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你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谢谢我们的学勇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早晨当我们的牧师在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他说到呢，我们必须要有什么呢？盼望 hope。 当我们讲到盼望的时候，很多人把它翻译成为希望。今天早晨我要告诉你，我不希望你把 hope 翻译成为希望，我更愿意你把这个 hope 把它中文把它翻译成为盼望。那今天早晨当我听到牧师在分享有关这个所谓的 hope 所谓的盼望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把它称为希望呢？希望是没有根据的。希望就比方说，我希望你来，你可能不一定会来。我希望你买东西给我吃，不一定你会买东西给我吃，可能你会买，可能你不会买。但是盼望就不一样，盼望是有根据的，盼望是因为神说过，所以他一定会给。所以什么盼望，我们的中文字非常的好盼望我们中文字是什么？左边是目，对不对？眼目的目。右边是什么呢？分，就是我们的眼目要分分秒秒盯着我们的神来仰望他。所以你不能够离开神，你的眼目要分分秒秒盯紧在神身上，神会给你那从上头来的盼望。所以我要祝福今天早晨，我很喜乐，我看到刚才有一位姐妹Sister Julie， 应该是在曼谷的姐妹，讲到她的手得到医治。我们祷告，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祷告，为你的手，让你的手完全得到医治。然后我们刚才看到两位在线上的姐妹说其中有一位叫做
燕利翁的姐妹，你要神的带领你的指引，等一下我们会为你祷告。然后还有一位姐妹，她我已经找不到她的名字了，但是我知道后面好像有一个 KBL 的一个名字、哦、那如果你知道我在讲你，可能你在这个脸书下面留一个言，我特别为你祷告，让神能够医治你的心，好不好？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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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人可能会使我们失望，可能我们所爱的人，甚至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知道他们很爱我们，但是他们毕竟是人，他们所说的话可能因为有某一些的情况，他们不能够达成他们所向我们的承诺。主啊，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以为当我们老的时候，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孩子来看顾我们。当我们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当我们到年老的时候，我们会很失望，有时候我们会很孤独一个人。但是主啊，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You are always there. You are right beside me. You never leave me. 主啊，你从来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你就是在那边站立得住。主啊，有时候我们经过艰难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主啊，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在沙滩上走，只有一个的脚印？主啊，难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离开我们吗？主说，不是，我没有离开你。那个脚印是我的，而你被我抱了起来，所以剩下一个脚印。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从来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为什么？为什么牧师这么说？你不要忘记，因为耶稣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他要以他的子民永远同在。神说一就一，二就二，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弟兄姐妹，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那么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他？因为很多时候乃是我们离开神，而不是神离开我们。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凭感觉，神与我们的关系是一个立业的关系。什么是立业？是一个 covenant， 不是一个 agreement。 agreement 就是其中一位可能他不会遵守就毁业，但是 covenant 是不同的，是立业。无论你离开或者毁业都好，他还是坚定的要爱你，坚定的要你同在。所以今天早晨我祷告，围绕我们刚才的姐妹，主啊，燕利翁祷告，你来带领他。主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啊，引领他的脚步，当他仰望你的时候引领他。主啊，我也围绕刚才有一位姐妹说她要你来医治她心灵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啊，你今天来医治她，释放她，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释放她，完全的得医治。哈利路亚，库拉巴西基里里里里里安达拉巴山达，主啊，我祷告你也让你的医治。 Lord, I pray, let your complete healing right now flow into our sister Judy right now in Jesus' name. In Jesus' name, let your healing power flow into her hand right now. 临到她的手，现在完全的医治，让她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她能够为主你做见证，荣耀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剩下最后的三分钟，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敬拜他。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
让你自由来唱。我来到你宝座前，我心向你敬拜，在伯利海我要敬拜，匍匐在你圣洁中。主啊，我来到你宝座前，艰难向你跪拜。弟兄姐妹，你来唱，愿尊贵荣耀和感谢都归宝座被杀的羔羊，一起来唱。山羔羊一直在，其实的就是这样唱，是我的罪得自由，奉主耶稣的圣名，让我们得自由。 Be free, be free right now in Jesus name. Hallelujah. 祝福每一位线上的弟兄姐妹，感谢你，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用主导文来做结束，但是呢，我还没有用主导文做结束之前，我会鼓励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每一天早晨我们都会把我们的这个的晨祷把它分享到祷告这个网络，还有大马五旬中的这个专业，还有这个我读经这个专业当中。但是呢，有时候可能这个 admin 他们没有提早的 approve， 所以你们找不到我们的连接。我们鼓励你们来到我们赞美灯塔教会的脸书，然后呢你把它按 like， 是按这个 like 在当中，或者按 follow 那么你们每一天早晨只要我们的连接一出来，你按 get reminder 就是被提醒，那么很快6:15你就会收到我们的专业的这个，所以你就会第一时间就收到我们的这个的晨祷。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用主导文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灾，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灾，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上帝祝福大家，愿神的灵与你同在。